一条拍摄结束，袁冰妍重新披回羽绒服，拿着剧本与一众演员和工作人员对下一场戏。她跟在一位黑衣黑面罩打扮的男演员身后，根据导演的指示走位。随后他又和对方回到起点，再次讨论起表演细节。虽然正在工作中，但他心情很不错，一直挂着甜笑听导演说戏。袁冰妍这边的内容结束后，导演给黑衣男演员单独开启小灶，他到旁边晃荡一圈，随后回到男演员身旁。导演见他过来，一脸的严肃马上变柔和，将单人教学转为指导起二人的走位。结束说戏，导演离开，袁冰妍和男演员单独对戏。他往右走了一小段距离，男演员也跟着他行走的方向转身，可下一秒他转身向另一边而去，再次找导演沟通自己不太了解的地方。导演干脆再次为二人指导，抬手指着不同方向进行说明。一场戏拍摄结束，袁冰妍还未来得及披上外套，就再一次和男演员来到工作人员身边听讲。造型师上前帮他简单整理一下造型，又为他披上外套防寒。